这就是狂暴戈亚的强度吗？一级对点，莱西亚点得过戈亚吗？戈亚秒开狂暴，再爆个鸡，再爆个鸡，我的妈！再爆个鸡啊！这不是暴击，莱西亚是暴击。我靠，莱西亚不开狂暴也能给戈亚点成这个状态。但是戈亚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既能打兵线的同时，还能把你给打残，然后再利用自己的线权去中路吃线支援。对线打得过我的，我支援比你快，吃完线还能直接回线。他这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战斗，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不公平。狂暴一点开，你不配让我使出全力，是吧？沙尘暴盖上去，哒哒哒哒，不配让我使出全力，哇！兄弟们，我说实话啊，就发育路这条线上，我觉得戈亚就是最无敌。我没有任何一局看到他的戈亚是最先逆风的，怎么？因为他带狂暴实在太烂，狂暴节奏又快，打着又强。只要队友不菜，选正常的阵容，戈亚随便上。对啊，戈亚感觉就是远程版的马超，而且比马超更强。马超最先弱呀，老铁。也许你的戈亚没有伤害，你的戈亚玩得不好，你的戈亚不会短喷，你觉得你的戈亚没伤害，因为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懂这个英雄的核心，你的装备不好，所以你没有伤害。你说惹过这个戈亚玩的，毋庸置疑他戈亚玩的还是可以的，虽然没有我好，但他戈亚确实玩的还行。他现在强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觉得戈亚已经被削了的嘛，但是已经回调了。这版我仍然觉得戈亚还是这版最强的射手。你看他的，哎，又被割了，喜欢切屏惹过，大招给上。往前炸一下，不要再跳！我操！我的妈，这还能给你活下来啊！我操，真的离谱，兄弟们！你看这容错太高了。反手小心脚下乱喷，对面勾了之后，戈亚这边肆无忌惮的输出，直接黑沙暴盖下来，就疯狂追击，懂吗？并没有大招，被戈亚再次追击，哇，这追击速度，这一速光影狙啊，老铁！老弟，骑光影狙吗？果然救世主还得看射手，还是英雄太猛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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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再来一下，点不动的呀！你看，我的妈！